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日本或台湾哪一方赢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都会互相会为对方做加油这样子。是，即使上就是我们可能彼此会发生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是棒球的粉丝，所以我很爱看日本职棒跟美国大联盟这样子。他是棒球粉丝，然后我是第一次看的，對，因为是少华邀请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子。對對對，想说也了解一下，职棒的文化这样子，因为在日本跟台湾这算都蛮流行的运动。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做加油的时候，那种感觉跟兴奋是不同平常的。因为尤其是棒球的话，你看着自己国家的对手，如果可以打出顺利的打出球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那当然这过程中我们有来有往，对方可能也会进球，但也是为他们开心，因为至少我们在过程中都是保持着一个有运动家精神的和平关系这样。其实我觉得啦啦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连接，就是球员跟球迷之间的关系，毕竟距离这么遥远。对，那我觉得就是球迷能帮我们一起喊，然后我们也会更就是怎么讲，就是会更有那个感觉，我们就是喊得更大声，然后也会更卖力，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就是像我们这几场其实很多都是球迷喊很大声，然后他们也的确一喊完之后，可能就刚好就三振或者什么，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很到位的。 CP 的最终